子在汉北待了两年半，没一个警察瞟过我一眼，跟你见一面全都我这边过来了，这么巧，你他妈到底谁呀？你好。这么巧啊，朱琳娜。你是警察啊？无假包换啊。哎，龙七呢？你们不是昨天还在一起吗？老强应该是假的。一群的，他说话的节奏还有语气很像老强，但是长得像是太年轻了。哎，那个警官，其实我还有点不明白，就是为什么偏偏要对逃犯昨天的行程保密啊？你们不在抓他吗？你们家是开饭店的？开民宿的。你父母挺有远见。那是我舅舅的。那你爸妈呢？妈妈不在了。那你爸一人带你可是够辛苦的。他我也好久没见过，都忘了长什么样了。你就是那个杀手啊？对啊。杀人什么感觉啊？你不怕吗？你知道吧，囊牛一下八成死不了，囊人一下找准了位置基本上错不了。觉得人靠谱？人命都敢要，能靠谱啊？我说的不是这个。你不觉得他长得特别像游戏里的一个人吗？谁呀？就是那个狼女，戴着个面具，她每次总把我打死，枪法可准了。你把我放了，我就保证能让那哥们儿活着回来，一个换一个，你们不亏。你还想活着出去？那你总得让人家小哥们儿活着回来吧？就你们的命是命是吧？人家的命都不是命吗？小王八蛋玩的花样挺多呀，敢流氓！老枪呢？我现在就是老枪。狼王呢？我现在就是狼王。先生，你当我是白痴吗？以枪叔的岁数，你应该是他儿子吧？我要见狼王。我可以代表古先生，他的女儿也在这儿。如果你想见，我可以请他过来。古老板说，跟枪叔多年不见，很想念他。讲重点，西北狼当年的军火都在我手里边，你们想要多少我给多少，条件。沙漠虎的遗产我要一半。所有出口全部封锁，没扣两人行动，抓紧疏散群众，里面危险，快走走走。一定要活口，行动。
这位兄弟是？又见面了。不认识了。你说我要告诉枪哥你是冒牌的，会怎么样？我就是收钱干活的，给点活路。老规矩，别想枪。你们这大半的人都被他收买，包括这姓金的，都已经被他买通了。今天就是要扳倒你。你放屁！我告诉你，这里有一个算一个，包括这姓白的，50万一个，给不给？给你吧。都不要动！不是干啥警察吗？再来一个。不过他是警察，很贵的。想要多少？500，少一分不干。成交。这次行动取消。从现在开始，你要想尽一切办法联系到他。我觉得，是不是再坚持一下？代价是什么？代价是什么？楚逸涵的生命吗？是吧？但是不知道古木兰在不在。不是我，我姓古，古代的古。哦，那你应该叫古琳娜。跑不了了，猎狗咬的。怎么样，感觉好点了吗？你是新来的吧？说，小飞呢？死了。什么时候的事儿？马上。藏身一条路口过来收尸。